我们在哪里？大家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等等，要不要努力的拜拜？要。OK, very good.OK。他进门2004年的时候呢，到过澳门，就离开过湄洲岛那三次，三根香就好了。来，妈妈，往上走来。这个哈，刚刚那个呢？什么歌？啊，他这个朝天椅，你懂？他说不可以，我就坏了。我没了，一两广告才行。多少年的历史？1000多年。一千多啊！公元987。1056年了。1056年。那个时候什么朝代啊？宋代啊。我们往这边。公元960年农历3月23号出生，到公元987年农历9月初9一直去癌当中去世的，年仅28岁。来带啊，来个。好不好？他不是死掉，是升天做神仙去的啊。那么相传呢，我们妈祖又另外一个身份，相传她是我们观音堂第一个小龙女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她参加王爷的女孩子。开动。你。这是世界上最古的、最早的妈祖庙，很小，只能够容纳一个人而已，是吧？给，从世界最古老的、最早的妈祖庙，那什么只是？三个挖进去，啊 ，OK， 哎呦，挖洞。哦，你讲的话啊。讲你妈祖庙。哦，想要保佑我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谢谢。我台湾人，我特别有。要赞助做出来 video 来的。嗯、啊。你们好，这点钱嘞。好嘞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。OK， 很好。拜拜。你是不是有点水啊？你们冷的，看嘛。My inner blocking, inner blocking. Okay, okay. Thank you.来，走。来，去莆田的乡下。来，跟他们拍一下。上去了。Okay. 我播中快点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开始拍了。Okay. 你就上。朝天阁哈。因为我有时候是要到太长，没有人看。我跟上你哈。OK， 来，这边你跟不到。OK， 看到手。OK， 来。OK， 好可以拍得到，你们就走，没关系。啊，那就拍到朝天阁了。这个妈祖吗？对，这个是朝天阁的妈祖哈。那么它的底座下面那个就是点。来，我命闪嘛。这个拍个，这个拍个圆。当然。这个八星花灵木的一个圆柱的那个塔，跟这个没关系哦。